灰酱经典双核镀金套装，叠加使用双层保护，实现 3D 双倍保护膜层，让镀金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多一层保护，更亮、更深邃、更通透、更加完美且长久的保护您的爱驾。超波水，高光泽，超强耐久性，经典叠加，一加一的呵护。灰酱尊享镀金套装，采用高品质纳米级原料，完美发挥出硅元素的强韧和超波水能力，形成出色且晶莹剔透的耐厚性膜层，具有非常优异的保护性能。超强的附着力可以保护车漆不受外界侵害，长久保持亮丽光彩。高附着，易清洁，高耐久性，尊享镀金，性价比的挑战。灰酱玻璃镀膜，灰酱 G-01 玻璃镀膜剂涂抹于玻璃表面后，形成驱水膜层，增大表面张力，大大增强了玻璃的驱水自洁功能，减少污垢的附着，在日本持续效果可达6个月左右。灰酱轮毂镀金，灰酱 SI-02 轮毂镀金，防止外界污秽侵蚀，防止污垢附着，长久保护，清洗更轻松。日本灰酱创立于1965年，位于日本冈山，现迁至兵库县高沙市。从制作厂商一路走来，拥有非常丰富的汽车美容养护知识和经验，为各大汽车厂商提供汽车养护用品和 OEM 代工。2012年，灰酱镀金开始在海外发售。我工厂所生产的数十款镀金产品远销德国、加拿大、美国、意大利、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得到了各国专业领域对品质的一致认可，深受客户的好评。到2015年末为止，已经销往56个国家。实验结果报告单。以上是包括光泽度、防污性、耐久性等在内的性能检测报告，经过日本权威涂料协会的严格考试检测，检测结果证明灰酱漆面镀金涂层拥有任何领域都可称为最高水平的检测数据。本公司的实验车辆停车场平时保持量100台左右，每天进行施工测试。请体验产品实际效果，做镀金，没有人比我们更专业。灰酱镀金。